周易第32卦，横卦是易经64卦第32卦，雷风横卦。从自然界看，风雷激荡，使宇宙常新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灭，变幻无常的。这是横卦的卦象。君子观此卦象，体悟宇宙的本体中道是不变的，生命的根本太极是不变的，从而立于正道，坚守不变易。这个易经的易啊，本身就是变易的意思，但是它也有不变的，这个不变的就是中道，还有我们这个生命的根本太极，这个是不变的。横卦的总数，这个主卦是巽卦，卦象是风，特征是强而有力，且被动、顺从、柔和。客卦是震卦，卦象是雷，特征是弱而力小，却主动、积极、刚猛。就是主方制约客方，客方尊重主方，主方和客方在各方面都相互补充。主卦巽卦和客卦震卦呢，这个阴爻和阳爻成为三对，也就是说巽卦的三个爻和震卦的三个爻呢，都正好是阴阴阳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，阴阳相生又相克，天长地久。横卦以风和雷做比喻，狂风暴雨，雷借风势，风助雷威。横卦解卦了哈，通达，没有过失，无所怪罪，利益坚持，利益有所前进。彖传说恒象征恒久的意思，应能长久的守持正道，天地运循，循环不止，终而有始的结束了又有新的开始，叫终而有始。圣人之恒久的保持其品德，天下就能遵从其教化而形成风气。象辞说横卦的卦象是巽下震上，为风雷交加之表象，二者呢常是相辅相成而不停地活动的形象，因而象征长久。君子效法这一现象，应当树立自身的形象，坚守长久不变的正道。这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但是呢，当你只要按照这个正道走，只要你只要坚持正道，它就能长久。传统解卦这个震刚在上，巽柔在下，刚上柔下，造化有常，相互助长，阴阳相应，是常情，故称为恒。诸事无不成以恒，持之以恒必有成效。安守本分，不改变常理常道，慎重坚持选择的方向，大胆行动，循序渐进，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期望过高，但也不能因此放弃追求，应该脚踏实地，从实际出发但也呢不要追随潮流，既不自量力而冒险强求。妄动则遭灾，不要好高骛远，
更不可不自量力，不要冒险激进，不要反复无常。恒乃成事之本，为此呢，务必动机纯正，守静而勿躁动，不可急于求成，也不可固守死道，应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最忌人云亦云，最宜随机应变，如此诸事顺而成也。坚信宇宙常新，不断修正自己的见解，补充新的内容，就是提升自己的境界了啊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见解。第三十二卦的哲学意义啊，君子以利不益方。恒卦的卦象呢是为风雷交加之表象，二者常是相辅相成而不停的活动的形象，因而象征长久。君子效法这一现象，应当树立自身的形象，坚守长久不变的正道。现在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六爻啊，从初六讲到这个上六，这个六爻的这个解释。初六，俊恒，真凶，无忧虑。象曰：俊恒之凶，始求生也。事物刚开始发展的时候，不能过于执着高深过于追求深远的目标，欲求深远之成果，急于求恒，往往适得其反，欲速则不达，故应谨守正道，以防凶险。还没有真正地深入了解情况，就开始按很久的打算来行事，会难以控制以后的发展。恒不是突然发力就可以达成的，它有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最明智的处理方式是先了解，后融入，再改变。这是下卦巽的功夫。风是润物细无声的，潜移默化，不知不觉就完成了改造。初六作为下巽的风口，应该从下卦整体来入手，而不是一味的蒙头蒙脑往前冲，那样注定会失败。无忧虑。九二，悔亡。九二这个悔者，心有不甘也。悔亡就是秉持中道而心安。象辞说，因为能够坚守中正之道，既不过激也不过缓，恒久而不偏，安分守己，稳住阵脚，苦撑待变，则无忧。做人则以洁身自爱，谨慎行事，不要攀比。这个不要攀比很重要啊。做事要时时时度时位，一切都会变得顺利。九三。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，真令。象曰：不恒其德，无所容也。就是不能够保持其德行，必然要蒙受耻辱，行事艰难。象辞说：不能够保持其德行，自以为了不起，这是到了一定的高位，因为认知的缺乏有点飘，格局又不大，耐心又不够，急躁、忙进、反复无常，身边的人呢，也没有什么信得过的、可以用的人，这样呢，如果不调整过来呢，必然会落到无所容身的地步。九三爻呢，就好比这个三国中的吕布，虽然勇猛英俊，骁勇善战，但是呢，
总是对主人不忠啊，见谁势大就跟谁，所以人们骂他是三姓家奴，到最后没人敢收留他，落得被杀的下场。这个人也是德行不够啊。九是田无情啊，田猎无所获。相曰：久非其味，安得情也？长久处于不适宜的环境，怎么会有收获呢？啊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可能是怀才不遇啊，或者是能力欠缺啊，那么呢做事就不踏实，心不在焉，见异思迁，或者玩物丧志，不能坚守正道啊，做事呢每每徒劳而无功啊，就有很多问题啊，就是不安心啊，见异思迁，这个心也不安，心总是此山见到彼山高啊，不安心做事。打猎也是这样的，就待在一个地方守了一会儿，看到没有猎物又跑了，又换一个地方又没猎物，就是最后呢就徒劳无功，就没有耐心，干什么事都没有耐心，挖井一样的，挖也挖两下也没水，又换个地方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性格，这就是这样，不能持之以恒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要坚守正道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你只要在正道上，你坚持下去，你不要没见到效果。就我们修行人很多这样的人，好多我们的弟子出家人很多。就是一会儿说师傅我要闭关，师傅我要正果，然后就是大部分都是急于求成的，出家以后就开始急了，就犯这个毛病啊。没出家的时候呢着急出家，出家了以后呢又着急正果，哎，就都是着急啊，这急躁。所谓的怀才不遇，其实你这个德行不够，是吧？你德没培好，你以为怀才不遇，事实上你肯定有欠缺。你没有欠缺，怎么会怀才不遇呢？缺德，他当然怀才不遇，是吧？用不上，人家不愿意跟他玩，这都是个原因。好，六五，六五恒其德，真妇人吉，夫子凶。相曰：妇人真吉，从一而终也；夫子自义，从父兄也。啊，这个卦象它是讲这个妇人哈，我觉得不是说指女人家庭，而是指这个内心柔和的人，内心要坚持中庸之道，坚持原则，可以获得吉祥啊。处事则因事制宜，其道多方，善于权变，如果只是顺从，唯唯诺诺，莫守这个陈规陋习，优柔寡断，缺乏开创精神，这必遭凶险。这个卦象也很重要，就是内心要坚持中庸之道，但是处事的时候呢要善于权变，这个六五也是很重要。上六，正横凶，久动不息，凶险，摇摆不定，不能坚守长久之道，但是又是高高在上，由于位置的关系脱离群众，不了解民情，并且呢政策贯彻不到基层，使不上力啊，这种情况下想大有作为，终将一无所成，不会有所建树，凶险。相曰：正横在上，大无功也。像是说啊，这个统治者呀，朝令夕改，政令无常，执行者呢将无所适从，其结果啊必所向无功。老子啊《道德经》中有说啊：治大国若烹小鲜，掌握好火候，还有各种油盐酱醋等各种佐料，也要放到恰到好处，
不多不少。啊，其实呢，只要掌握好了这个中道呢，治大国，如烹小鲜。